好了，我们都准备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他的衣服。那我们都不知道。哎呀妈呀！好了吗？过来要换新衣了。对，都拿了。好，出发。东西有点多。妞妞，妈，妞妞，啊，舅舅呢？在那边。哼，他叫你看妞妞，我跟婷婷拿楼上去。小不点就喜欢做这个。你会不会想舅妈？会，真的会。嗯。你然后会不会打电话说舅妈你在干嘛？嗯，舅妈干嘛？对，你然后会不会打电话？嗯，会。那好好，舅妈也会想你。嗯，你爱不爱舅妈？爱。爱，你爱不爱舅舅？爱。爱，那好，过年我们见面。哎呦哎呦，把东西都掉了。这是谁呀？悠悠啊。悠悠。你说的爱舅舅和爱舅妈。你爱舅舅吗？爱。爱，好。终于等到了。哎呀，阿姨，你要拿取下去干嘛？你也放，不好意思呀。哎呀，真的可以像你们现在来接我们，不是说拜拜？上次来接你。上次来接的时候也是这个地方，就这个位置。舅妈要回去，你担心吗？舅妈，舅妈会想舅妈。想，好了，好。应该住一个小时是吧？嗯，我们去兰州，我们本来想去西安，但是大家想回去带孩子转一转，要回家了。我喜欢吃葱，还有葱，对，那个是味道很香。大家，你跟他说能不能匀一匀？妞妞，舅妈也要回去，那怎么办？还要我去。但是姐姐、哥哥等我们，他们要妈妈、爸爸。我们过年回家看舅妈妈。OK。哇，那谁也看到了，粉丝特别开心。哎呀妈呀，我还想是在莆田有粉丝多，但是没有想我他们那么语言还是有粉丝。嗯，他也来新疆玩。对呀、啊，他是十天。嗯。他说啊，来不完，真的太多。玩不完。玩不过来，这个意思。想我的，妞妞拜拜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好，不要想我们很多。好、啊，拜拜，谢谢你们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不然就远方有他们。行，那我们走了。是这一边吗？嗯。过年见。拜拜。慢点啊。过年见啊。嗯。注意安全啊。现在我们要排队。嗯，准备上飞机。坐飞机，对，上飞机。嗯。然后马上我们可以看宝宝、嗯、我特别喜欢在新疆、嗯、我还是想都回来下次的宝宝，对，他们也会开心。嗯，谢谢新疆，下一次见面。这个我们有看，这个我们有看、嗯、这个在塌陷古城。喂弟弟，我们上飞机了。嗯嗯，我们刚到家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我们现在要出发了。对，出发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嗯。啊，这个音乐。嗯。我跟他家刚认识的时候就听这个，他家很喜欢。
还好吧，我你这么漂亮，差的东西在那么多，痘痘在这边肯定会有的，有点水土不服。我这个美颜是在后面美的，等一下啊。哎，看到没？啊，可以啊，后面哎，这些漂亮了吧？嗯，很好看，很好看。可以，可以。他美颜他慢一点。这些心情好了吧？这新疆玩这么久。哦，对对对，现在他好很多了。好很多了啊。他就是我不让他看抖音嘛。哦。嗯，没事儿。没关系。哎呀，这什么人都有，你不论谁的触动。嗯。看开了，什么都好。对对对，这过去了就好了。对。不搭理他们。自己好就好。对对对。拘留等处罚。对，没事，慢慢就好。但是我现在没有看抖音，你已经很厉害了，我觉得哦。嗯。但是我们在这边这么适应啊。好乐观，我是无意间刷了之后，我就看了很久，一起看的。后来我又哇，这个又说话又说得好，而且好接地气啊。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。有啊。很好。谢谢你，谢谢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。福州马上到店，几点？到家了，一个人。